暖受帕梅纳豆，林千佑抱别人。哎，这群女子中你认出了谁是否？当然就是十年小魔无人问，一年纳豆天下知的林千佑啊。上个月底，苹果直击纳豆自雇烧烤店，已不见小女友林千佑的身影。林千佑因为奥 K 风波被曝有欺负服务员的倾向，接着连环爆出他订过婚，抱过已婚男子，前男友也贴张亲密照来助阵。纳豆现在听到他的名字就回，哎呀别问了，有股浓情转淡的哀伤。林千佑脸书也关了，好久没看到他了，就像却在某家居酒屋遇到异性缘极好的他，当然有异性作会。哎呦，费洛蒙使气球如节拍器般摆荡着。哎呦，仔细一看，现场还蛮多气球的，根本是为明天就23岁的林千佑在办生日派对吧？哎，可惜啦，纳豆没被邀请啊，寿星投入了高大女人的怀抱，这眼珠贼贼的打转，难说不是又一回逢场作戏了吧？苹果鱼浪赖，纳豆浆浓，情转淡不倒。